开始。这个是开关上下下来，这个是上，然后这个是水龙头拿上来，这个是调水温开关，然后这里是冲洗，冲洗的时候摁下来，这样子弄好了之后关掉水，然后放上去。然后这边开了，把它再摁下来一点，摁到最低，然后狗就可以上来，上来就关掉，关掉再调节高度，这个调节高度，然后这样子就可以冲了，狗进来。好。